我刚才看到熟悉的人，阿公，我嘛无啥确定。什么人让你这么紧张？阿伯，阿伯，你完了无？阿伯，阮厝的事谁来啊？你家己爱较注意哦。啊，拄则行开口迄个门啊，你敢有感觉都熟悉？到底是看到啥啊？拍摄，您继续。我明仔载，我明仔载就结账啊！你讲，那是干？我都跟你讲过讲好的，就算你跟我讲过讲好的，我有病，我把你赔出去。李宇飞，你就是明仔跟张子祥做伙啊？啊！我不是一起死的。现在也没办法接受你莫名的态度，你的房间门不准给我打出一口。我不爱你，我不爱啦。你哪连过啊？什么事情？啊，你跟我受伤？方宇，你跟我出来，这次我绝对不放你耍。啊，是。你两个讲好的，要过于要搞客气对吧？我想看卖这个小陶笛是不是真正有效啊？